对吧？你看这个黑塔多好。昨天还打这个。感谢鲁咪的揪团，鲁咪要不要抽这只新的哪只？黑塔？黑塔新的。我画面左边这只，哦，嗯，黑塔吗？那这是黑塔。哦。如果黑塔的话可以抽，如果是蔚蓝，就帕斯，黑塔。那 是黑塔。我可以打十个，操！捍卫银河中的好，辛苦您。纯美永驻，捍卫银河中的美。蕾蕾要去试试，再晚不吧。再会，北极领消亡，老公。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小吃碳水化合物，开张。这么大的钻石，没有用。好了，懂了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差点火候，来都来了，这个队伍高速刷仪器队啊。贝利利，消亡。捍卫银河中的美，谢尔塔。这会儿停！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小吃碳水化合物，开张！我们要纯美永驻。大招，来都来了，不如吃过再来一口。这是高速解决仪器场，捍卫银河中的美。看到风头暴击不加三看看吗？什么？啊，没有双攻加暴击，留着干嘛？这个才可以留嘛，这个就还行啊。捍卫银河中的美，辛苦您。贝利利，消亡。捍卫银河中的美。小攻击等于啪啪，小攻击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属性。纯美永驻。捍卫银河中的美。星云在刷什么套？贝利利，消亡。好了，走了。你已经绕干了。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小吃碳水化合物，开张。双攻加暴击。刷到五件，刷到五件很有用啊。来都来了，不如吃过再。小攻击怎么可能没用？小攻击拿到就等于是多一个光锥。不注意，来一些大招。当然，如果小攻击可以是速度，那是更好。最好是双爆速，双爆，然后一个攻击，一个速度。捍卫银河中的美，献给他。这会儿停。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小吃碳水化合物，开张！纯美永驻。差点火候，
严选，我只能说仪器这种东西就是要严选。飞利消亡。差点火候。OK， 今天就出了一个还行的。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小七太水化妆物，看招！仪器严选，反正又没什么要刷的。真的没。这季除了仪器以外，体力也没什么，没什么地方用得到。辛苦您。纯美永驻。捍卫银河中的美。养生哦，每天就上来看一下仪器刷好了没。消亡。朋友们，尽情享用吧。为啥刷封套？银河中的美。因为我的C位都要开始用封套了。拼灵梯的时代来了。没钱了。对啊，等改版啊，等着看下一次的这个新剧情。或者说这一次绝区岭的剧情还有整个改动都十分让人满意啊，还有重回了米哈游的行列，差点火候，真的有把大家的意见听进去。要是星明特工也有把大家的意见听进去，说不定就不会这样了。而且我秋秋也要穿封套啊，我现在开始练秋秋，我秋秋也是封套的。秋秋要一件效果命中，效果命中，然后双速度吧。有速度还龙掉，不够好啊。这个好的，这个就是给秋秋的。他只要速度跟效果命中就好了。波波的要速度、生命，然后跟急迫，跳个命中吧，漂亮，再跳一个。再跳一个怎么样？攻击又也吃一点，攻击又吃一点，那攻击也来一点了。大便这个顶级耶，秋秋就是要这个，还大便。哎呀，可惜。最后跳一个抗性，秋秋要攻击，攻击也跳一个啊，效果命中也有啊。秋秋的效果命中要到几趴？140。方阵、圆阵、鸳鸯阵。你平均每个加起来又该如何排布？应该可以到200。我精挑细选，感觉应该能到200。一件一件来啊！现在第一件啦。
这个以这个速度哦，一天一件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啊，丹恒也要穿封套，对。丹恒想打灵梯，就得靠封套。突然发现我的嘎啦嘎啦穿的是顶级帽子。丹恒身为最强的四星角，封套是真的强。不是啊，你看四星零踢了，谁不带丹腾？其他六加五同鞋，不是啊，我说全四星零踢啊。啊、你要六加五就六加五吧，但你其他六加五的四星 C 就是打不了零 T 啊。目前看起来就丹恒跟青雀比较可以。